注意看，这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为了有个爸爸，看到帅气又多金的轮椅男就扑了过去。虽然只有一面之缘，但是孩子就是认准了他，把明天出院的好消息告诉奶奶，希望第二天还能多些相处机会。说巧不巧，孩子他妈刚好过来，孩子表示自己想要坐小汽车，不等妈妈同意就推了过去。男人也是十分配合，抱着他的妈咪就回到了家里。开车，可乐别闹。遵命。